开始了。1-0，还没打完呢。好像那个很强的点点他们那个，还那个后裔回来。他打单打的，有打过吧？但双打的话，平时打着玩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强。单挑老牛就好像基本上老牛都没有得到两个。业余单打？哦，在路，应该在路。业余单打靠跑，你跑得到就行。有的时候你跑不到，就没戏了。这个好像是老公的，这个是老公的。哇，到这儿好像是说他们去昨天我们问老高嘛，去西藏的时候，他就说在，他们说他在珠峰上面的，但是老高不是前几天就去西藏了，我记得不清楚，然后我问宝哥，宝哥说，就说他就是小宝的局，是本来你干就是四个人，然后老高就说你也不要去，你也不要去，结果就他们两个人去。好，你不要去的都是知道情景的。你不知道，具体不知道。比如巴萨来说，现在就是比如说你会发现你需要他，你不会分担出去，你就跟这个人的，有的时候可能是需求不清楚，然后你就这个东西都已经强调了，都是已经完全好了，就是说的是说的，然后那个那边就已经有几个就是围了两个人。之前因为我们有一个是四川的，然后就是一个宝宝已经领了两个宝宝，然后再领了一件，先交一个，然后排的领了一件礼物，然后看到很多。没事，生日礼物就多少。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可能是我把钱弄了。刚刚你小姐把妹子打到这里了。打到谁了？他。然后就打到这里了。哇，打到这里了。你家黄衣服那个？黄衣服。好哥是吧？
哎，不是黄的，不是。再另外一个是吧？另外一个套餐。他男朋友没在。你不用逼自己那么紧，你尽量分担嘛，因为测试不过，肯定是工作不好。都不过。那你不管你们事，其实不管，因为我这边用的，不是你的事，你别担心了，不是你的事，你要干你就做，什么事你不管，然后你就给你女儿告诉说这个东西不可以。韦丹凡，那自然上面，韦丹凡，这个单，对，行了，我们明天再去。好了，改天反了，走了，改天走了。好了，你不用 last minute 告诉他，你不用 last minute 告诉他，你可以提前告诉他，我会在哪一天做。我本来是要这么打算的啦，在那一到那天就做完。那也不是你的事，比如说你说我要在哪一天做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第二天你再过来做一个第二天。然后到那一天你测试不过的话，昨天欠买又欠10块。对，我说你要是输给我们就不用还了。结果你赢了我们，那就得还钱了。最后一局我们无数辛苦了，奖金。那你脚没事吧？没事，哪个地方叫成熟啊？脚趾头。那你把鞋脱了，是搬？刚才搬过了，刚打一半吧。为了燕窝啊，我们就差一个就可以了。我家还有很多罐燕窝都没吃呢。你拿出来当奖品。反正我不吃你的。我就想吃燕窝。我今天要被师傅逐出师门了，你知道吗？做不出来，只要不是你自己，就不用管。像你做中间没有那么好事，你要中间最重要的是，门店可能会为难你，因为你不清楚你的需求，你就问用户，用户也不清楚，那可能是你，那就告诉你一定要去做出来，那就来了，所以不是有问题。要是真的问题的话，现在手机都是被发现，因为我只跟你们对接，你比对两次你自己发现，所以他们会纠结吗？他们是啊。没关系，都忘了不这边都忘了。来了。什么事情都能做的话，能够吃呀。对吧？